要用要转要有力，钓鱼台海面大英专属印。哎呦啊！这是台湾，这是全世界上光的光。全世界上光的光，我走我风，我去哪里？全世界上光的光，不用怕的心情不息。不怎么宽，山围绕着海，抬头是天蓝。我跟着雨水舞动，我淋湿银河转动，不老海中云流，遥望山壁神游，好快乐。只是面对这世界，也一点都不寂寞，不寂寞。谁在说？谁在说？这井里面有只愚蠢的动物，没见过外面的世界有多屌。谁在说？谁在说？这江后边都是些骗人的事物，信以为真的你呀，好天真啊，懂了吗，小可爱？于是我跳舞啊跳舞啊跳，就让我看看你说的世界到底有多屌。快告诉我吧，所以我跳舞啊跳舞啊跳，就让我看看你的心里面有多美好。跳啊还是不够高，我的天空怎么会越来越小？我跳啊跳啊还是逃不出这泥淖，我跳啊跳啊还是不够高，你说的愚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我跳啊跳啊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跳啊跳啊还是不够高，我跳啊跳啊还在等你说话，我还在等着你对我说，懂了吗，小可爱。傻傻的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全世界上光的光，我是刘芒阿德。今天节目上要请到两位人物，一个是大家应该很熟悉，那是跟我同款同一年得了金曲奖空金的啦、欸、是廖世贤。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欸、我是廖世贤。另外一个很歹介绍，因为他的身份很多，人很复杂，不是人很复杂，是他的身份很复杂，但是他的人很单纯。他是叫做何瑞康。欸，瑞康你好。嘿，德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为什么要找瑞康来，是因为他、应该是、差不多半冬了、半冬对，差不多去年十二月发的嘛，跟这套打半打。为什么叫山啊？不是那山啊？哦，这个山啊，海啊，这样。因为我那时候反而在选的是有口部的那，还是没有口的。因为在文字上面觉得本来是山那啊，到底在哪里？但是其实不是，我想要直接有一个比较遥远的目标指向那边的感觉，所以是那边，但那边是什么的感觉？解了我的疑惑。因为瑞康其实自己身份非常的多元，除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他是个歌手之外，他其实也是个导演，然后他也跳，也可以讲是踢踏舞者嘛。对，美式踢踏。对，尤其里面有一项我非常的好奇，还可以讲，日本的那个漫才。漫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好啊好啊。那其实漫才跟各位观众，就是这我另外一个身份啦，就是我平常在从事剧场里面的表演艺术工作。那漫才其实就是日本的相声，所以它是一个双人的站台喜剧、然后就是像相声有一个逗哏和捧哏的嘛、那我们的漫才就会有一个装傻和吐槽，那我们就会在上面演一个段子，然后逗大家开心，然后大家笑得很开心这样子。对，我再请问你一个，是你现在到底要干什么？就是你自己会觉得说，你最主要的职业，你希望是什么？哪个身份、还是说你永远都要一直这么的复杂啊？应该是说，唱歌和创作是我最早喜欢的事情。我大概从国中开始就在碰。那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今天你跟大家顺便好介绍一下你好。好，其实最早是就是一般的国中、高中啊毕业，然后结果大学，因为高中的时候实在真的不喜欢读书啦，对，那就觉得说我要考一个很不一样的学校，自己到处找，也就只有找到像台北艺术大学这种。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懂，说我有什么背景可以去考。那你是哪里的？我是高雄人，对。然后我就去考大学嘛，那大学我就读了戏剧系，那戏剧系就有学。但是你在考戏剧系之前，你有自己觉得说你喜欢戏剧吗？因为我小时候，你小时候就喜欢表演。应该说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唱歌，所以有一些上舞台，妈妈带我去上舞台参加比赛，一些小比赛，我都忘记那是什么。经验，那妈妈也会带我去看一些戏，所以就培养了一些可能比较喜欢接触表演艺术相关、文化相关的东西。可能年轻吧，那个时候也喜欢表演，也不太爱现、对，以前也是那种活动组的嘛，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办晚会啊。我再插个嘴，你既然是高雄人，你为什么台语这么差？因为我是眷村孩子。我靠，在我老父大狗羊大聊一代，我是眷村里面，我是金钟四村的学生。我本籍是金门啊。我这样会不会聊太远啊？也还好，不会啊，就随性的。我们刚才聊到哪里？聊到、对你为什么会变成是演戏？对啊，就演戏就是去了大学，然后学了戏剧系，戏剧系也都一定会修表演导演啦。那结果导演毕业出来以后，就投入了喜剧的这个圈子以及美式踢踏。那为什么讲到美式踢踏呢？是因为是我在大三的时候接触到这个文化，然后之后我就去音乐系选修爵士乐的课程，然后之后就去日本和美国，大概去了三四次，就是自己去进修，所以就变成在大学的后段的一个跟音乐相关的一种活动。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同时有在玩团啦，其实对我来说比较像是踢踏舞也好或音乐也好，都是跟音乐有关的。那在2014年我才同时就是说创作歌曲，我不要再唱 copy 这样子的想法慢慢冒出来，然后就开始做。那做了第一张 EP， 然后很难得跟世贤哥相遇，然后因为 EP结缘，他才认识到我，然后我们才有了这张专辑的诞生，这样子。后来你是怎么遇到他的？你讲你的版本，我讲、还有两个版本吗？没有了，我很好奇，你应该是一样的嘛，就是软剧团。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对，2017年的时候，家里有一个软剧团，然后他们办了一个庆功宴，有邀请我去嘛，然后就是在那个庆功宴上，就跟大家喝酒嘛，喝开了。
之后就是哎、欸，那个场是在一个 KTV， 南部一种 KTV， 我一种小哎、欸、啊小木屋啊、哦，然后我们就在那边遇到嘛，因为他也不认识我，然后我看他就是其实他人很高很显眼、啊、可是因为创作人都有一个傲气啦，那我第一印象我就觉得哎、欸、这个人屁屁的，哎、欸，然后他后来说你是那个廖思贤吗？我说对，我就是那个廖思贤，因为他有一些玩音乐的朋友认识我，有跟他讲过我，后来啊、瑞康就递了一张他自己做的 EP 给我，然后我回来台北之后，我就其实我隔天晚上我就有认真的去听那张 EP，听完之后我就把它放在心上了，因为当时我在做直播嘛，啊，直播做完，离空一般你。就是2018年1月25号、嗯，也就是我正式说数位实体都上架了，这、嗯、要开始忙宣传的时候的那一天，我打给何瑞康，我可以挑那一天打给他，跟他说其实我现在很忙，但是你的作品真的不错，然后我们可以做个朋友来吃个便当，来我阿姐姐开杠啊呢，可是安尼实在，那时候接到电话，我以为是说半年前跟思贤哥在嘉义相遇的时候。想说，哎、欸，说好要去他家泡茶啊，结果回来之后一直没有联络他，是怎么样？然后就有点紧张，而且那时候好像中午吧，对。然后那天我睡比较晚，我就刚起床，然后我想，喂、欸，怎么会打电话了？我就接起来，然后就有聊到说，哎、欸，去吃个便当，然后聊一聊音乐什么的，然后才遇到。其实就嗨嗨，就阿莎里，然后就喝到底。我最喜欢跟他一起喝酒，哎、欸，这就要发展的。没有，我们每次碰到都讲喝酒，人家一会一直觉得我们弄酒鬼的。没有，没有。我们喝酒是聊的话题的深度会更深了。是，我就说这个电台没有给来宾喝酒就是错。你们后来是怎么决定要做这张专辑的？那个时候是世贤哥打给我，然后他也听过 EP， 之前我们就交流过了。其实一瞬间是吃饭的时候，马上就说我们来做专辑好不好？所以是完全是世贤哥热情邀请，而且鼓励我。要不然其实我应该不太有那个。你的意思是，如果世贤无跟你讲咧，你还不会有这个念头想要做一张专辑？我觉得我可能会用 EP 的方式，就是比较小的成本去试试看，因为我其实之前也跟朋友投过一些补助啊，都没过，也没有过啊，然后自己办一些小型巡演，我大概我会觉得，哎，规模到这样啊，音乐可以给认识我的朋友或是有被推荐到的朋友听到，其实也是 OK 的，对，所以我其实没有想过有一个这样分量的专辑做，因为我自己做过 EP， 我也知道那个成本真的你。说也许有，如果有公司在支撑，那可能不会太难。但是个人去推的时候，那个压力有点大。那世贤哥这样提我真的是被鼓励到，然后也被帮助到，我才觉得好，那我愿意一起来就是试试看。那也因为世贤哥很支持和相信我的作品啊，就我本来的身份在剧场圈嘛，那我认识比较少音乐人的朋友，音乐老师也没有，所以自己的作品给朋友听 OK， 但是真正的音乐人、音乐老师的朋友听的很少，所以就变成哎、欸，被世贤哥这样一讲，我会觉得哎、欸，那我应该有机会，也有一点信心，说我跟他一起来合作专辑这样子。那世贤，你在哪过来、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去找他来做一张专辑？专辑对啊，就是你会去找他做一张专辑，在你心里面，他应该值得这样子去做一张专辑，因为近期已经跟他出几张 EP 了嘛，对吧、啊？其实我对于那个 EP 我的评价是不错，但是不至于到我想帮他做专辑。是因为我约了他吃饭的规定，没有，不是规定哦。但伊来食饭的迄一两天，比如讲叫三号嘛，啊，一号甲三号迄两天，我有发现一个其他的 demo， 没有发现过的，就 Equestrian Voice 啦，脸书啦，我就上去听。那我听了之后，我就发现他的声音跟他的创作文字，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我去做的东西啊。隔壁的女孩跑过了庙门口，撞上了月老的安排，
十来年的日子，一家人就这么过了。孩子嫌太简单，他说也是平安。话才刚说完，就听见外国人上岸来捣乱。后来北方又来了一群人，一住住了五十载。终于西边说是有个救星，准备过海来看看，却和那东边来的飞机炸弹搞得一团乱。我走在这城里的小路上，巷头的老房子里头住的是行人吗？我走在这城里的小路上，离家的人在这儿找得到熟悉吗？夏天春风得意的人，也有难免把托付给了后人，后人把托付给了青春。1945年外头的戏馆舞台上面只剩下那轰隆声，但再大的枪声也压不住你沉寂了38个冬天的歌声。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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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走在这城里的小路上，巷头的老房子里头住的是行人吗？我走在这城里的小路上，离家的人在这儿找得到熟悉吗？我走在这城里的小路上，走在这城里的小路上，我走在这城里的小路上，我走在这城里的小路上。他来我工作室，我们在吃饭聊天嘛。我跟阿公，因为我知道说出唱片会有压力嘛。那时候我身上有一点钱，差不多离三十万啦。啊，但是比如讲混音啊、编曲，我给他买一下嘛。所以我们制作一张下来哦，我应该也卡袂安尼出啦。我讲瑞康，我这张唱片哦，我独资，我给你做，你免出钱，你出人个好。
然后看印刷什么，你帮我出一点这样子。嗯，但是那个制作啊、编曲啊、录音啊、乐手费，还是我来处理，那个是被他折掉啊。哎呀，阿伯呀，都要拄着补助案嘛。嗯。恭喜在，唔捌想过补助案。嗯。不然我甲瑞康讲，瑞康，今毛补助案，咱要下无？但是下来吼，咱个爱单看会过未过无？啊，那会过吼，其实在作业程序上也比较复杂一点啦。嗯、但是在资源上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运用。嗯。我自己也挣扎了大概一个礼拜、嗯，后来还是决定写看看，因为我唔捌下过嘛。嗯。不然有过。嗯。阿哥开始来做这段唱片啊。嗯。还好有过。哈、哦。嗯。对。对我在。听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对我来讲，也许是因为我本来就知道他是一个演员底子，所以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感觉到这张专辑画面感非常重。嗯、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他是演舞台剧的关系，所以他有很多唱腔是你感觉到听他唱歌，就好像看到他在一边演戏一边在唱歌那种舞台剧的唱法。比如说里面有一首那个叫什么，懂了吗，小可爱。对，我感觉我就看到他在舞台上一边演戏啊，一边唱歌，就是类似那种舞台剧的唱法。另外一个就是他本身是踢踏舞者，对，所以有一首歌很特别的哈，这条歌叫做《渡路》，路，但是就是从头到尾东西用踢踏舞来诠释。对，好，这个等一下可以请他讲一下，就是在里面他隐藏了很多细节，那必须要一首一首的来剖析的哈。共同创作以后，他变出来的东西可能跟你当初所设定的又不一样。啊、可是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是那过程超辛苦，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想放弃，而且很想干掉对方、啊、那种辛苦 我都可以理解。那我们一首一首来讲，我们今天就来剖析一下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它的形成，它是怎么经过大家的互相拉扯妥协，是、啊、是之后所产生的，应该讲它就是一个碰撞，跟就是集体磨合，还有磨合，然后集体创作出每一首每一首非常厉害的作品。对，等一条瓜，第二个记得他叫什么？三娜。三娜，对，三娜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的一个创作。我写这首歌的起点是来自于其实我的家庭背景。嗯，那其实我只是听老人家的故事听多了，然后我的爷爷奶奶啊，或者是住在别的地方外公外婆，都是从那个时候撤退过来的。嗯，但是到了我们第三代哦，其实从我就学过程或是整个社会氛围，他已经完全不是那样的观念，他就是不管你来自哪里。其实大家就是在台湾人，然后生活，对，那只是因为我知道那些情怀，那我感觉到人总是会漂泊过到一个地方，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你总会这样子落地生根嘛。可是在这样迁徙的过程当中哦，有时候就会造成了本来在地的一些变化嘛，不管你是说人类的，好比如说台湾的原住民朋友啊，或者是本来的本省籍的更早来台湾的朋友啊，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你说某一种压迫吧，在那个过程当中。而这种过程其实放大到整个不只是台湾的时候，我也会看到类似的现象。世界，你看美国最近不是吗？ 对， 对啊，所以其实这种人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的地方，就从一个异乡变成家乡，又让本来家乡的人却变成了异乡的一种感觉。对，甚至是人类和其他的一些生命物种啊，像大海之前海洋捕捞消失了 90% 的鱼类等等的，这种心情会累积成在同一个主题里面。我会觉得我们在追寻的那个住所，那个所谓称为家乡的地方，你可以说是台湾，也可以说是地球，对我们之间的一种情怀，它有一点逝去的感觉，但是我们又同时在追寻这样子。你知道吗，我每次哈，我你听你音乐的时阵哈，刚去看你演黑个前面两个人的那个相声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错乱，你知道吗？这人跟黑人是港这个人，人格分裂。对，他在那个相声的上面的时候，他其实是很搞笑的，他必须带给很多人周遭人开心嘛。啊、可是他的音乐里面有讲了很多这种东西，像刚刚严肃，你觉得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很有思想的一个人啊，就是他观念很清楚，然后有很多思想性的东西，意识形态很重。嗯，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不妨碍他在舞台上的表演，你放心。还是要带给大家欢笑了。尤其我们是看你那个达康，他们两个在演，觉得很开心。放你啊，之前这首制作上有什么你觉得可以强调的？制作这首制作其实本来我的想象是想用一个比较民谣式的方式就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编制去呈现，因为它原本
其实瑞康之前有 demo 嘛、嗯、然后其实原本 demo 的吉他它的编法编得蛮好的、嗯、然后我只是后来就在家编了大提琴，那个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80分、嗯、那个80分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是蛮高的分数的、嗯、但是后来我找了尊士安来编这首歌、嗯、那尊士安他是完全颠覆了这个民谣编曲的架构，他用了比如说拍点在拍子上的变化，然后更就是没那么流行性的一个弦乐编法，他、嗯、把它弄得淡淡的，然后又有点其实尊士安那时候第一次寄他的编曲给我听，我听第一次的时候我的脑袋出现了问号、嗯，我对头听到一半我还有个问号哦，但是我听到尾我感觉诶不对哦，开始有一些变化跑出来、嗯、后来我再听二次我发现它非常非常的美丽，但是它完全颠覆了我对这首歌既定的编曲的框架、嗯、但是我接受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对于创作人本身他也是需要适应啦，因为毕竟一首歌三娜这首歌其实也写了有一阵子，所以要创作人去适应这样的一个编曲的感觉，甚至在配唱的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他是一小节本来我们是四拍，可能它刻意里面有三拍的东西去扰乱这一个四拍的东西、嗯、那这会对一个 vocal 在录唱的时候会造成困扰，所以我们有我帮瑞康克服这个困扰。我对这首歌后来他这样编的感觉就是，也许塞纳本身对我来讲他是写一个游牧民族的感觉、嗯、一个迁徙一个游牧民族、嗯、可能在找寻家乡找寻根的概念，但后来经由编曲的扩大，它的词曲的意会的画面已经我觉得可以像是类似国对国之间的一个范围，就不是说山跟山之间而已，而是国家对国家之间，所以我是蛮喜欢的。习惯了吗？现在习惯那样唱哦，习惯了习惯了。那在之前录唱的时候，在现场会不会走拍啊？应该还好，因为之后有练习。对，因为就像德哥刚刚说，其实像诗安老师编曲，他很画面。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好那个三拍本来以为它是一个有点像干扰的 click、嗯、但是其实后来慢慢会发现它是在让我唱得更自由的一个基准、嗯、就是画面对我来说不叫画面式的音乐，不叫氛围的时候，有时候我唱得非常的准在四拍格式里面的时候，它反而就是少了一点什么，那、嗯、反而它这样音乐这样子去配合唱的时候，我觉得会有出现不一样的感觉，这是后来真的是跟世贤哥讨论然后消化然后慢慢才唱出来的。我们的河流往何方？流亡的是我还是水呀？我们的河不再流淌，时间也不再凝望着它。我们的天让你宁愿收起了翅膀，困坐在枯枝上，我们的海洋还醒着吗？怎让你兀自的睡在岸边上？任浪拍打我的泪啊，落在你的眼泪上。刹那雨呢，容我把身藏。愿那刹那海呀，依旧是归乡。